看到现在伤害真心狠啊！哎呦，狐狸仙您废了。这时候再救，三根大招揪完都不一定能跑得了。一段里头跑了一个样子，哎呦被拽了回来，完了，这个死掉了。先打蓝枪，直接把蓝枪打穿。刀妹，哎呀，刀妹这个时候出很不果断，这个大龙丢了。看能换几个吧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蓝枪的作用。王森也在这边看看会不会给他打，我都要把这石头打好啊。这现在对面这边少了两个人啊，飞机在走砍，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很弱啊，对面那个输出完全打不出来，飞机现在属于一个放空状态，完全对面全残了，这个大龙是保住了。嗯，但问题在于虽然说保住了大龙，我们这也付出了两个人头的代价呀，这个还是挺三个切三个应该是三个，主要胡玉欢活了表示没适应，这也是因为前期我们把对面男枪打得比较劣势啊，所以的话他的输出能力是跟不上的，也是第一次第一个死的也是男枪，所以说男枪现在几乎还是一个劣势状态。刚刚如果直接卖狐狸的话，对方人多打人少，我们这边如果不敢去防的话，这个大龙肯定会丢，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对，主要是狐狸多一团让对方状态不好，然后才可以做到说真正防守大龙。嗯，好的，这个小龙也是非常安全的拿掉，其实可以说刚才这波团战没赚没赔啊。嗯，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赔了一些的，毕竟我们一边的话有人有赏金的，像狐狸。你要这么说也是，直接再去收红 buff， 那接下来的话带 buff 一波流，之后的话就可以看情况是推中路的高地，还是说先去优先打大龙了。其实感觉现在并没有领先，我只感觉对面并没有领先，但是对面的一套爆发输出完事之后的接着一套爆发就很单一了，可以说的话几乎算得上就没有爆发了，而且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爆发男枪还并没有起来。嗯，对，他们的 ADC 比较渣，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弱点，但是如果哎碰到 了，但是人不齐，你都在下路这一波，这表示挺赞的。但是没人打这个狐狸啊，狐狸这个开大，没有没有，狐狸有个小周哥节奏。这边杰斯在放对面风筝，我们这边可以说把他接住了。哎呀，这脚刃非常果断，打单枪，这个脚刃是死掉没有问题，宝石死掉。好的，哎呦，现在我们可以打大龙了，亲。嗯，对，但是飞机很多大龙 buff 的。在这个时候很大的 buff， 因为大龙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时候强制跟对面打团其实很不好。饿，我只能说饿了吗？哎，狐狸这个时候追青龙，不果断，不能追。现在有人说大龙君求三杀是吗？好吧，你太霸气了，这还想干嘛？这个是。好的，也是果断拿掉了这条大龙，碰见哎又碰见男枪，我表示这个男枪哎狐狸有大了，哈哈哈，狐狸有大也没办法。所以的过程中男枪都死掉了，这个完全没有看到男枪在哪里，男枪要死掉，这个时候大好的太蛋疼了。如果刚刚这个狐狸没有带的话，男枪凭借一个Q 技能再加一次普通击的话，狐狸那个血量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可以说男枪只要贴脸的一个 Q 技能，狐狸就已经死了。对，这话说的对，你要是感觉我们这场比赛打的菜，你可以去打菜。主要现在起了一个魔抗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出水银系带了吧。嗯，要防止石头人和蝎子。I cannot turn back. 这几个人一定要防住，而且出水银系带的话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不会被那什么追到啊，这个皎月啊。
而是先要回家等一波钱，队友这边的话让他们先散一下。有大龙 buff 现在可以我说头巾紫云头巾，还差一件，还差一件无尽啊，这个飞机的装备现在就是神装了。嗯，其实我倒觉得不敢用冲哥，因为冲哥会让对面真的绝望的。也是，也是，对面下不了这个杨先生，这种货的话，出冲哥是最好的选择。对啊，无脑贴脸，这样的话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好打的。不过队友这边也是气势如虹，直接带掉了一座塔。对方其实现在，但是我们小人啊，虽然说对面不知道我们小人，但是这个 ADC 一直没出现，不足奇葩吗？正常啊，现在要小心蝎子这个强控啊，一定要小心蝎子这个强控，石头人能好点，就是蝎子。哎，毕竟是一个打辅助的杰斯，所以的话 EQ 连击真的是没有什么伤害。上了，这杰斯算是卖了个萌。哎，不过萌就用杰斯了。看我们的飞机并没有到五人，上来开了一个大，基本上都已经死了。现在有些人打不过，刀子不会了。哎呦，我练机器。话说快了，谁在说话？啊，把你麦关一下好吗？对你救不了啊，这个画质的确是让人有些纠结，但是这场比赛我相信足够会让很多很多人记忆犹新了。对面的确没有这公平喷人啊，这个高分的玩家的不能说他们的素质吧，而是说他们的天赋水平的确是会较低分段好一些。因为说实话他们几个人这个天天在一起打都是老熟人了。对啊，只要你排的话就是他们。嗯，就来来回回来替死亡宣告打一下广告。那个喜欢死亡宣告的觉得他的 ADC 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大神的，请把手中的鲜花刷起来可不可以？他们认不钱啊，想法不错。把你们手中的坑蒙霸订阅给我们死亡宣告刷起来。他想的是我要造成尽更可能的输出。那问题在于我想的是靠，我出了帽子我进去就被秒好吗。